不会去舞台区，会只会到我们的摊位而已。来，刚刚大
球了，棒球、篮球、足球是最常见的，对不对？还有没有人知道其他的？有吗？我来送他环保背带，来送一样不一样的。除了棒球、篮球、足球以外，我们总共提供12种的比赛赛事。电竞，你居然破我的梗了！电竞是我的压轴。电竞，我要告诉大家，这位女生真的很聪明哦，因为电竞呢是我们台湾运动彩券今年开始最新的赛事。就是我们的电竞，那以往呢是只有大型赛事才有给大家投注，但是现在呢英雄联盟已经成为我们的正常赛事了。有打英雄联盟的举手，我看一下，打得很好的手继续举着。他突然没有信心了，好了，要对自己有信心一点好不好？那我来告诉大家，很多人可能有点陌生，台湾的运动彩券除了大家熟悉的棒球、篮球、足球以外，其实还有提供网球、冰球、美式足球、撞球、排球、羽球、高尔夫球、赛车以及限定的国际赛事特别项目给大家做投注。所以当你在看比赛支持球员的时候，也可以帮自己赚一点零用钱。最重要的是，刚刚主持人有说咯，礼物又要来了，礼物又要来了。主持人刚刚有说，如果现场的各位朋友，你们想要在这12种赛事里面任选一种赛事来投注100元的时候，会有多少钱挹注到我们的国家体育发展基金会？10块钱，没有错，只要你投注100元，就有10块钱到我们的国家体育发展基金会。那这个基金会里面在做什么的呢？它针对我们的选手训练，还有我们的场馆维护以及修建。最重要的是，今天现场不管我们的场内还是场外，都有提供给大家免费申办24小时的会员，在家里不用人挤人，看世足赛的时候不用排队，就可以自己在家投注了。只要年满20岁就可以参加。好，那我现场最后2个问题问完，我要邀请我们的来宾来到现场喽。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有新来的朋友哈。好，来，主持人再问这个简单的问题，请问一下，现在呢，想要支持台湾的赛事，或者想要支持国际的赛事，想要支持运动选手，请问1天24小时哪一些时间可以下注？有吗？有吗？你很想回答对不对？就你了，1天24小时有几个小时可以下注？24小时，没有错，只要24小时，通通都可以来下注。那再来一个问题，简单的咯，请问一下，要年满几岁可以来参加我们台湾运彩的下注活动？这边朋友知道吗？来，20岁，没有错，没有错。好的，那刚刚各位朋友都知道了，我们运彩现在有提供12种不同的运动赛事嘛？那在我们这个国际的活动里面呢，我们今天有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明星来到现场跟大家见面，有没有很期待？现场是为了我们这个世界双打冠军而来的朋友，吼，来，眼神都开始闪亮起来了。来，我们2020年的运动产业博览会运彩的活动现场，我们现在呢要邀请到我们的世界女双冠军来跟大家见面。那这边呢也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们待会呢邀请到来到现场我们的詹浩琪，是我们的妹妹，累积至今浩琪已经在 WTA 赛场上拿下323场的双打胜利，共夺得了18座的冠军。讲到这里，是不是要来一点点掌声？并且呢，在2014年的时候，首次打进温布顿的网球公开赛混双决赛，并且在2017年的时候打进温布顿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混双决赛，都非常非常漂亮的成绩哦。而且呢，代表我们中华队出征以来呢，浩琴总共为我们中华队夺下了6面金牌、2面银牌以及1面的铜牌。我再帮大家复习一次，浩琴总共为中华队拿下了6面的金牌、2面的银牌以及1面的铜牌。好，主持人讲到这里，代表说这个是必考题啦，好，一定要记得哦。好，那接下来呢，也要来介绍，我们浩琴一样呢，都是同一个家族出来，非常非常优秀的姐姐，我们的詹永南，累积至今呢，永南已经在 WTA 的赛场上夺得了292场的单打胜利，而且呢，累积了524场的双打胜利，共夺得了33场的冠军，掌声。我觉得什么叫做台湾之光？我觉得詹家姐妹花就是我们非常典型的台湾之光，为我们的台湾争光。好，那在我们姐姐呢，在我们2017年夺下了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双冠军，而且在该年度呢登上了双打世界的排名第一，而且是跨季蝉联后座，周数长达33周，是不是讲到这里要再一个掌声？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因为在台湾的网球史上呢，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纪录保持者，而且也同过呢同年的 WTA 年度双打最佳
组合的奖项，为台湾球史上这个殊荣的第一名。好，那2018年呢，又夺得我们法国的网球公开赛混双冠军，也是我们台湾史上第一位在法网公开赛混双冠军的第一位选手。在2019年同样赛事呢，也是成功的卫冕混双冠军的头衔。同时呢，在同一年的温布顿网球公开赛也有混双冠军。那他呢，非常的厉害，算是我们台湾网球史上最多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啊！掌声就自动响起来了。那永兰呢，其实替我们中华队出征以来啊，共计赢得了8面的金牌、2面的银牌以及1面的铜牌。还记得吼？来，永兰为我们中华队出征以来，赢得了8面金牌、2面银牌以及1面的铜牌。其实我们这两姐妹花可以说是我们亚洲版的小威廉斯了，对不对？因为非常非常的知名，而且。重点是真的长得很漂亮，主持人今天压力超级大的，我都是恨不得我自己穿20公分的鞋子来台上。好，那我们的姐妹花呢，曾经斐然三家姐妹在2015年呢，首次一起联手携手打进 WTA 的年终8强赛事，为 WTA 的史上呢姐妹档组合的第3组，而且是亚洲史上的第1组。好，在2016年跟2019年呢，姐妹们也是联手在打进了 WTA 的年终8强赛事，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其实呢，两位这个成绩非常的辉煌啊，毋庸置疑是我们台湾从始至今世界的网球耀眼巨星。那姐姐的好奇的这个成绩呢，是从星星蜕变成我们的明星。那姐姐呢，也是未来网坛界耀眼的网球之星。听主持人讲到这里，是不是很想要见一下他们两个一面？对不对，现场各位朋友，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网球明星甄浩晴、郑永兰来到现场，掌声欢迎！哇，我想换个位置啊，这个妹妹实在太高了，太可怕了。我昨天特别查了一下资料，看一下妹妹是哪一位，我要闪她远一点。好，那我们现场朋友啊，我们请那个永兰跟浩晴来跟现场朋友打声招呼。好，这么好奇，那我们好，有声音吗？我是永然，然后大家午安，加油！本次来到现场，直接来做支持。那我相信呢，现场应该有很多朋友其实是很喜欢我们的这个永然跟我们的好奇，对不对？好，但是呢，很多问题里面，主持人精挑细选选了几个想要来问两姐妹了。我想先问一下，两姐妹在最近啊，这个因为赛事的问题要停下来，对不对？有没有自己做自主训练啊？有，我们训练一周还是维持大概5到6天。一周只有7天呢，你维持5到6天的训练？对，但当中有2天大概是半天啦，会比较轻松一点。是，我听说啊，其实我们这个体育选手他在做体育的这个训练的时候，其实是强度很强，非常辛苦难熬的。我想问一下，在训练啊跟比赛哪一个比较辛苦？花费自己比较多体力的，因为这样子可以在你在赛场上的时候可以比较轻松一点。但我觉得在比赛的时候，其实是心理压力啊，跟比赛的比赛里面的一些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因素是更紧张一些。是，所以平常呢，在这个在家的时候做的这种训练，其实是生理的压力比较大，比赛的时候是心理的压力比较大，哇，非常非常辛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接下来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规划，就是对于接下来的时间？我觉得就是现在，我觉得很开心，台湾的疫情控制得很好，是，然后可以让我们正常的生活。做一些平时在赛前没有办法做的事情。讲到这个，我也想问一下，两位除了比赛以外，有培养其他的兴趣吗？我个人是很喜欢唱歌，所以我就是目前晚上就是除了训练的时间，可以去做一些是哇，有那运动选手，肺活量应该很强，唱歌一定很好听。好，那姐姐呢？最近因为大家可能知道我喜欢做烘焙，然后因为之前就是疫情还没有这么稳定的时候，大家都会进留在家里嘛。然后我就是开始会去做一些就是精进厨艺。精进厨艺的部分。我听说呢，现场的朋友啊，这个如果有看过我们影片，大概都知道两姐妹其实默契是还蛮好的。那其他的问题的话呢，我想要顺便问一下，两位从几岁开始你们的网球人生？我的部分是六
岁开始的。哦，六岁。对。哦啊，那妹妹呢？我是三岁。啊，三岁。等一下，三岁的时候你们在哪里？我十岁还在妈妈找空来，你三岁的时候就开始拿网球拍了。天哪！那这样子问一下好了，一个六岁开始，一个三岁开始。那我想先问一下姐姐哦，在你人生中有没有一场赛事是让你最难忘？你觉得是最关键的冠军赛？我觉得应该是我的第一个青少年四大公开赛的女双冠军哦，青少年在我十四岁的时候。对，然后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是最接近，因为还没有转职业嘛，是，然后是最接近职业殿堂的一个地方，然后在那里拿下青少年的冠军，其实你心中会燃起无限的希望，真的会给自己很多的信心。是，那我们妹妹呢，好奇的部分，在你自己的不好意思，那在你的人生比赛里面啊，哪一个，我想问一个，我觉得这个要难一点，因为我们好奇从三岁开始打网球嘛，对不对？好奇，我想问一下，你从三岁开始打网球，你人生的第一个冠军是在什么时候？六岁。六岁，现场的朋友，六岁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姐姐从六岁开始拿网球拍，妹妹六岁已经开始拿冠军了。所以我其实想要解释一件事，虽然我跟我妹妹差了四岁，是，但是我们的球龄只差一年。因为我六岁开始，他三岁开始，哦，真的很近。对，我只有大。是，哇，妹妹真的非常厉害。好，那我想问一下，因为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嘛，从2015年开始，两位就已经开始携手来做这个双打的组合。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在双打的比赛里面，什么样的要素是最关键的制胜要素啊？我觉得当然。在第一个是球技嘛，是要有一定的球技。那我觉得，大家打了这么多年，像我从三岁打到现在26岁，是，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有一定的球技。那我觉得，尤其在关键的时候，我们的默契跟我们的心态，就是，如果可以很互补的话，很了解彼此的话，那我觉得会是关键的。哦，默契跟心态。那其实这个主持人有做一点点资料，听说妹妹的个性比较奔放，比较开放，对不对？比较活泼，就是有吗？就是比较思想是比较活跃的，对不对？然后姐姐呢是基本功做得非常非常足，然后会比较就是照规矩，然后稳扎稳打的这样子的，对不对？就是我们所谓的互补。对，我觉得互补在球场上是非常重要。然后除了刚刚浩晴说的几个重点之外，还有主持人说的重点之外，我觉得彼此能够互相信任是很重要的。哦，真的。在比赛当中，你没有办法去预测会发生怎么样的情况，或者是面对怎么样的难题。那你要100%的可以去信任你的搭档，你们两个才有办法去发挥得更好。真的，毕竟已经这个勇夺多次冠军了，默契真的是不得了。那但是我想问一下，因为两位只差四岁，会不会常常吵架？因为像我跟我姐姐就是只差一两岁，真的是天天在家里吵，吵翻屋顶的那种吵。是啊，你们也是啊，要培养默契。所以人家说真的，越吵感情会越好，这是真的。好，那我也想问一下哦，就是在我们2015年开始打就是双打之后啊，好像已经可以常常看到我们一起合体出来，像2016年、2019年一样，也都是在同一赛事都有入围嘛，对不对？那是不是未来之后呢，也会以这样的组合方式来跟大家见面？对，我们现在就是希望都可以，就我们一定都会就是一起，是，就是希望可以突破之前更好的成绩，然后趁这段没有赛事的期间，可以好好加强自己。是比较不足的地方。哦，是，没错没错。那我们也很期待接下来看到更多精彩的演出跟球赛的这个成绩。那我们现场的记者朋友已经有准备好了，对不对？那我们先让记者朋友捕捉一下我们现场的画面好吗？好，那我们请一下记者媒体朋友可以稍微往前。那现场朋友先不要急着离开，因为待会呢我们要来送出我们这个明星签名的电风扇，明星签名的手持风扇。好，那我们请我们现场的记者朋友准备好你们的相机摄影机。好，稍等一下哦。好，来，最后倒数3秒钟，来帮我卡位卡好，来帮我们先看一下前方的摄影镜头。好，3、2、1。好的，左边的摄影镜头，给他一个微笑。好，3、2、2.5。好，1。好的，那我们右边最后右边的摄影镜头来一下。好的，3、2、1，最后我们再让中间的摄影老师帮我们捕捉最后的画面。
好的，那我们请我们的媒体、我们的记者朋友，好，准备好 ，OK， 好的，来，谢谢我们的这个媒体朋友，我们的老师、摄影老师。那待会呢，我要来问大家几个简单的小问题，几个简单的小问题。等一下呢，我们要来选出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好奇跟永然的签名手持风扇。好，那问题非常非常简单，哎，主持人自己可以发问吗？还是你们想要给大家难一点的问题？啊，主持人来，好，来，那我先问，我先问我们家的啦，好不好？好吧，不要了，我先问一下，趁你们记忆力还很热的时候，我先来问一个问题，请问一下，有人记得我们浩晴以及永然在两个人携手打入 WTA 最后的这个前八强，请问一下是在哪一个年份？来，有人记得吗？听说是二零一一不知道多少，来一二三，来有人举手，来多少？2015没有错哦，好，来帮我站到舞台前方，好，稍等我一下，好，这一题喽，这一题了，好，直接给了吗？要送这一只，我想说你拿出来要直接给他，好，我今天要送的呢是两位的签名风扇哦，好不好？好，来，等一下有这位朋友，来再来再一个问题，来主持人问一下，请问一下，如果呢你们想要支持我们永然的浩晴在国际赛事上面，如果你到台湾运彩预祝我们的彩金100，请问一下有多少的钱会预祝到我们的运动基金会？没有错，来恭喜，来帮我们站到前方。好，最后八位朋友，最后八位朋友，姐姐有没有什么灵感想要问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问刚刚或许有提到的问题。刚刚或许有提到的问题，对，就是很简单，我跟浩晴差几岁？哦，真的很简单，有一个人好快哦，可是没有人或许举手。来来来，我再数一次好不好？我数一二三，我数一二三，这个问题真的超简单哦，我数一二三，来一二三，谁最快？我觉得这位举手先生真的很快，对，妹妹不要笑，好，笑得很开心。来来来，请问几岁？4岁，恭喜答对，来帮我站到前方。好，那我来问这个有点侮辱我自己的问题啦，请问一下，我们浩晴从几岁开始拿网球拍？叶赛，你已经拿到了啦，来，你等一下，好，来前方的美女最快，来，请问她几岁？3岁，没有错哦，来帮我站到旁边，来，六位朋友，好，我再来问一些这个，好，没有问题，来，请问，我除了就是网球之外的才艺。我们好奇的才艺，来来来来，你要把答案告诉隔壁的同学。来，我数到3哦，手要举得够快哦。来，3、2、1，是谁？蓝色帽子的先生，请问一下，唱歌，那最会唱哪一首歌？主打歌。啊，有点难了，这样子。来来来，我想说我们那个好奇的铁粉嘛，要问难一点的问题。好，来2、4、5，好，来最后5位朋友。今年开始加开了哪一种赛事？总计12种赛事哦，最新加开了哪一种赛事？来，3、2、1，来，电竞，恭喜，很好。来，抛弃你的先生，好，原来是退出你的先生。好，2、4、6，好，来，最后4题，我想问一下关于我们今天大明星的问题啦，好不好？那我想问一下哦，请问一下。在台湾球史上夺得了最多大满贯 No.1 的球星，请问名字叫做？3、2、1，詹永，来恭喜答对。好，问题是不是越来越简单了？你们是不是觉得一点都不担心了？好，来，我来问一下其他的，我来看一下。好，可以来问，请问。直接问直接问吗？是我们两个谁先进乌布顿的决赛？哎呦，这个有考验刚刚有没有仔细听哦。来，3、2、1，来，有猜有机会，1/2而已，你们不猜一下，来，再给大家一次机会，来，3、2、1，有人知道？来，后面，来，请问一下，好奇，恭喜答对。我跟你们说，会问这个问题，当然答案就是他。你们也太勾引了吧！大家都很善良。来，最后还有几位，2、4、6、8，最后2位朋友。好，我想问这个比较难一点点了，我给大家一个提示。
浩晴呢，在我们这个代表中华队出征以来，夺得了六金二银跟一铜。好，那我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请问永然代表中华队出征拿下了多少的金跟多少的银跟铜牌？三二一。我这题也太难，是不是？太难了，是不是？你这题要抢一下，这题是不是真的有点难？这有人现场还是有人知道？有吗？确定吗？确定吗？确定吗？我想说，你说，对呀，对啊，没错，简单是八金二银一铜，两个人只差两个金牌，我相信应该很快就会追上了，对不对？我现在开始知道内部了，对，对，这个主持人怎么这样？好，那这一题没有人答对，对不对？那我们再试出一个名额来给大家。问那个冠军有几个，你们应该也是猜不到。我问简单的好了啦。刚刚主持人有讲到的，很简单，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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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不想问的。请问一下，台湾运彩今年年度开始，总共提供了几种赛事，让大家在网络上24小时下注？来，一二三。后面朋友都没有举手，来，美女来，请问几种？12种。好的，好的，可以加入你老公的行列了。来，好，等一下，这些人都不知道等一下发生什么事情呢，很开心的走过来。等一下，我反而说我们台上的明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好，那我刚刚好像有问过你们两个合体了嘛，对不对？好，来，这个问题也很简单，请问一下，刚刚我们姐姐永然有说了，对她来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最重要的一个冠军赛，请问一下是在几岁的时候拿到的国际冠军呢？三二一。我听到有声音了，有人说十什么？大声的说出来。十几14岁，青少年，没错，青少年的当年就直接拿下了国际冠军，拿棒了，往前。好，其他朋友看到很害羞，是我问题问得太难吗？不是吧？被推出来吗？好的好的，来做代表。那等一下呢，这10位朋友帮我往中间靠近一点点，因为我们等一下呢，这个有没有发现现场台下有2位朋友很紧张？没有错没有错，来帮我往中间靠近一点。等一下呢，我们要来邀请大家两两一组来进行我们的运彩拳。帅哥帅哥，看我们，来面向我们。啊，先合照吗？我们要先合照吗？哦，好，我的顺带。我们还没示范啦。我先让两两一组到往后。好的，来安排好了是不是？好，来向右转，向后转。有点近，是你压力，那我后退一步，大家太热情了。好 ，OK， 好，那等一下呢，我们要邀请大家两两一组来玩运彩拳呐。两两一组获胜那个呢，就可以直接带走我们的签名风扇了。这个是全世界限量的哦，外面没有哦，就那么10只，没有加签，没有加签哦，不是像端午节一样会加签加开哦，没有，好，就这么10只，好。那等一下呢，我要请我们的永然跟浩晴帮我们示范一下现场的朋友要怎么玩我们的运彩拳。好，要我示范吗？突然，不行啊，主持人帮你喊那个好不好？剪刀石头布。待会呢，我们跟所有拳一样，都要先猜拳，决定谁先翻。好，那我们刚刚有分三种。动作有分三种，我们是不是剪刀石头布？那在我们的运彩拳呢，分成篮球，好来，足球，是的，是的，再来，我们姐妹打什么球？网球，所以是网球啊，网球，你网球这样打，你每次都会给人家杀球，善良一点好不好？这样看得很紧张，你可以在国手面前这样做吗？等一下换他杀球你哦，好。我们准备好了吗？再复习一次哦，篮球，网球，好来，足球，很好，来，这个可能不太适合踢足球，对不对？那等一下就打网球跟篮球，好不好？好，对，好，那我们现场朋友，我想问一下，征求大家意见哦，有没有想不想要看一下我们那个永然跟浩晴示范一下现场 PK， 想不想看一下到底谁比较厉害？糟糕，我们是民主国家，男丁兵役，来啦，一场就好嘛，一场。好，那主持人下来给大家，这个善良一点，手机不要录影哈。好，来，现场的朋友准备好，我们就剪刀石头。剪刀石头。
来，我们这个妹妹先发哦，来先发，加油，准备开始。哎，刚连续两次吗？什么叫做没有就一次决胜负？哎，直接秒杀哎！天哪！我跟大家说，什么叫做默契？这个就叫做默契，好不好？来，掌声给我们的有人跟好奇。对，掌声给我们有人跟好奇，我谢谢我们的示范。对，这是最佳的示范，就是要这样反应，这样直接一秒 KO 人家，好不好？好，那等一下呢，一样请我们的有人跟好奇先站在我们的舞台上方。那我们前方的朋友，前排的朋友，帮我向后转。一组一组来吗？好的。来，哇，那主持人原本想放过你们啦，不过没有办法，我们主办单位说要一组一组来，来，我们就从我左边第一组来 ，Hello， 来帮我到这边舞台前方，好，哎，你是裁判哦，那我来先帮大家发声好了，我们准备好就先猜拳，剪刀石头布。来左边先发，准备好，请开始。一、二、三，开始。等一下，你是不是那个啊？你们 YouTube 可能要更新一下你的音轨哦，再一次，你的动作来了，声音慢了一秒，来再一次哦，一样，我们左边先发好吗？先发来，准备好，三、二、一，开始。篮球，然后嘞。等一下，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做了不好的示范，因为一次就被他 KO 了。所以应该是他说足球，然后我比篮球，然后换我喊说篮球。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那个人赢。没错。我们再示范一次，好。不好意思，我们刚刚示范的很不正确。好，来剪刀石头布，来姐姐先发。准备好。还是有 KO 了，是不是？默默的就，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啦。你们足球，看过脚的角度不大，就是你没有手没有动作，大概就是足球了。对，是不是？要不然就投一咯，好不好？哎，有信心吗？快一点，全世界都在等你们了，快点来！好，不会，我们这个现场的球迷都非常的有耐心。还准备好了，先生你先发，准备好，三二一，开始。篮球，足球，网球，你自己要喊没？啊，换他，所以是主持人丑一，不好意思。刚才手跟脚是，我怀疑现场会送礼物，但是他们的胜率是比较高的啊。是，那看起来你觉得哪一个？你们刚刚这样看下来，有分出胜负了吗？我觉得其实有点困难。给我们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了，来哦！没有的话，礼物就送给主持人了，好不好？我很想要哦。你喊完换他喊，他喊完再换你喊哦。准备了，一、二、三，开始。
们是自相残杀吧，不是哈？对，我记得老公有戴墨镜。好的，好的，好的。我想说，这样可以给你们多一次机会。好了，一样哦，先猜拳，先这个先决哦，来剪刀石头布。好，男生先，开始。他喊完，然后你才能喊。再一次，再一次，来，男生先。等一下，你要比动作，冷静冷静，我们喊三，准备哦，面对面，二一，开始。是谁是谁？应该是这位男士赢了，这样子。哦，你这个 NG 过一次还赢人家，真的是哦。哎，今天有没有带女朋友来？哎，今天可能也没办法带女朋友回去了，可没有让人家呢。不会踢足球的少女，啊，她跟人家不会踢足球哦，对，要善良一点。啊，现在会了，好，发现这个对手有点可以挑战，来，先猜拳的包，不，对，所以你先喊。没有啊，你动脚不是吗？你手跟脚都动。好，再一次，再一次，重新，我刚刚想说是不是现场要打113了？我手跟脚都动手了。我手跟脚都动，冷静冷静，我们倒数三二一好吗？来，好，男生先，好，那男生先准备开始，三二一，男生换你喊。十支哦，哦比 LV 还值钱哦，啊，等一下走出去不要再乱签了，好不好？我们这十支就保值。好，来，一样我们这个猜拳先决哦。好，请猜拳。石头布，这个是默契了。好，墨镜的这位男士获胜。那我们数三、二、一，开始。方式一定好，三二一，来这里哦。
哇，这个先生非常的开心，他的笑容是真的被人最灿烂的。好的，好，来恭喜，这个常常得奖，因为拿的方式非常标准。来，下一位朋友，好，我们今天最漂亮的美少女，差主持人一点点啊，不是啦，差我们的浩然勇气一点点，来帮我看一下前方。来，最后一位朋友哦，还有一位，我们浩晴的这个粉丝对不对？来看一下前方的镜头，你的手机有带来吗？啊，好好好，那给我们前方的小姐，好来，最后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我们也要体谅一下，我们常常笑，嘴巴嘴角也是有一点酸的，好。好的，谢谢。好，那我们前方的朋友来直接帮我站到前方，来，大家帮我拉着你们的战利品一起来合照，好不好？那我们现场的朋友，不管你有没有拿到我们的奖品，一样都可以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合照，机会非常非常的难得哈。那我们的这个照片呢，也会放到我们台湾运彩我们的官方的网页上面哦，所以各位朋友可以到我们的网页上面来做索取。好，需要手机拍照的，来拿给我们前方最漂亮的美女。好看哪一个漂亮就拿给谁，是好的，来我们 向左走一步，有人想要站在正中间吗？有，看来是有哦。好，可以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想要请合照片，你站上来很好，这样大家都不知道我这么矮了，对，我们就有平均身高，想要请合照片都可以，来走的朋友一起来合照。我们今天在舞台上方呢，是我们台湾的世界双打冠军选手詹友南以及詹浩晴。好，那我们待会合照完之后就要结束这回合了，赶快让你的小朋友一起来拍照。好，等一下照片呢会放到我们的官网上。好，来准备好了吗？要进来的都进来了哈。来，那我们看一下前方的摄影镜头，给大家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冷静冷静，来看一下正面的摄影镜头。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们稍微移动一下。好，没有人在乎主持人的感受对不对？来，我自己想要梦中求生存，来用我哈。好，来看一下前方摄影镜头，三二一。好，看一下右边的摄影镜头，那我们右边是录影的，可以给他灿烂的微笑。好，帮我们比一个赞好吗？来，帮我们手比一个赞。好的，来左边的摄影镜头，睁大，不要眨眼哦！来，三、二、一。很开心见到大家，然后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来宾。
错了，偷看一下，谢谢我们的友来跟好奇。那我们先到后台稍微休息一下，那待会呢要让他们重新这个整理一下梳妆，会再出来跟大家有短暂的时间见面，好吗？好，那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也稍待片刻，我们待会呢会让我们的友来跟好奇再次出来跟大家见面哈。那待会呢这个媒体联访的时间会开放给大家做联访，那请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稍待片刻。不会去舞台区，会只会到我们的摊位而已。女双冠军詹永然跟詹浩晴，他们今天来到了我们台湾运彩的摊位。那喜欢他们的朋友呢，请他们请继续支持他们。那也请他们两位跟现场的观众可以打声招呼一下。Hello， 现场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在我们台湾运彩的摊位，然后跟大家打招呼，大家午安。那请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台湾之光，也可以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台湾运彩。每100元的运动彩券销售，就有10% 是赞助我们运动员的。那请我们的现场的所有的民众呢，都可以支持我们的运动员，也支持台湾运彩。谢谢。谢谢。